货之后，这个是ER11的延长杆，尾孔是5的，这个是1/8夹心，也就是3.175的夹心。这个是主轴，前端的数据大概是4.97、4.98、4.99这个样。这个是我们配送的工具。你先把ER11拆开，然后用工具把上面的紧丝拧松。把顶丝完全拧松，如果没有冷装的工具的话，建议用小榔头敲一下，把ER11放平，然后用榔头在上面垂直向下敲，手在上面稍微垫一下，刚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拿过来看一下，就这种情况可以再往里面装。好，一般装到这个位置就可以，大概有个0.5公分的左右。好，我把这个拿掉，然后先装这个夹心，可以先装进去，用手轻轻一摁，然后压平，然后把这个对准顶丝，最后一步把ER11上面的两颗顶丝完全锁紧。Okay.